多利我保持沉默。妹妹是男的还是是不是男的？第一个已经没有了。是不是男的还是妹妹？是女的吗？是。两个问题。头发长的短的？没有，我保持沉默。三个问题没有了。应该问头发是不是长的？衣服什么颜色？有吗？是啊，是的。是吗？第几个问题啊？四个五个？四个还有一个？我讲答案来，来我讲答案。这么几个很正经，就是呀，对不对？你肯定要吗？要。你肯定要。因为我知道你讲你保持沉默，我就知道了嘛。我保持沉默是因为你问错问题。没有，我问衣服是不是黑色？我保持沉默是因为我不可以讲是或不是。OK， 我讲答案给你，要看是不是。你问我他今天穿紧衣服，我讲什么黑色？还有一个答案。OK， 最后一个问题了，来给大家最后一个问题啊，衣服是不是黑色的？我继续保持沉默，因为你刚才重复问题。OK， 讲答案，就是那个，就是谁说呀？不是不可以讲出来没？不要我讲答案。就是说这个答案，这个答案的人是的确。这样子。OK， 等一下才告诉你对不对？哎呦，这样子啊！我想问。